因为昨天买了一台电视送给我家的，然后刚刚就是，因为它可以用连接 YT，连接有的没的的。那想看你的台子？没有啦，看 我的完蛋。因为而且他那个电视说是什么送一个月的什么，好像类似第四台的东西，结果有点烂，怎因为样他的频新道？闻台就只有中天跟东森。哦，我爸就说有没有好哦，三立的，我说好像没有诶，然后说我就说爸，可是你不要看哦，我说歪了，这样不会看你也呆嘞，原来是中妖啊，不是啊，那个自己名声搞臭掉，这也不能怪别人啊。对啊。我看到那什么，他说然后新闻类别点开。中妖中妖中妖，东升东升东升，明世明世，我就看到说不可以，你不可以看这个。我说不爱，我叫不会跨音也呆。你进来了吗？等一下，好。我还在处理事情。CEO 能力有什么能力？空投弹药。能力，咦？贿赂当局。这里，我的，棒！有男人就可以买，这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要私下买，哪里？要私下买，哪里？感谢小龙续订。好了，我好了，邀我过去，邀我看一过去。下哦。是。阿杯，你跟舌头同时在退去打字。邀我过去。阿杯，舌头，你们两个同时打字。不再邀了，不再邀了。邀请，你有没有发现颜色不一样吗？老板喜欢偷偷来，对啊，有发现颜色不一样吗？什么颜完色？成，接受邀请。对啊，我不知道看颜色，如果真的不行，我就改回那个假的管理员头像。对啊，其实阿贝那个是粉红色，你们那个是紫色。偷偷来，然后看我改掉好了，太不明显了。我好了，我来了。好，设施好远哦，仓库多找地。感谢追随。哎呀，这好恶心哦！什什么么东东西？西？有外星人的衣服哎。有啊。哟，好适合你哦。因为它蛮贵的，多少？一套要30几万，才30几万，还好一个夜总啦，会一天的钱都有找买下去啦，对在哪啊，还买好啊？啦。服饰店吗？没有，我在武装国度里面选衣服。武装国度，对武装啊，国它度有里这种面衣有那服个，啊？有，哇，好适合你哦，怎么了？很适合你啊，不要，人我不气要买。小俊。还是小俊的礼物，小俊今天丢没很办多，法，紫色也是偏粉红色系的啊。对啊，小俊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还是他在用摩斯密码？他被绑架了？丢礼物用摩斯密码是不是？对，赶快你们三个加起来，你看他就没丢在我这边，快试着接嘛！因为我这边没有得丢礼物，你们赶快接嘛。哇，这然我后还是我这边是没有了，应该是宇哥跟他在那边。哦，就解出来发大财，解除发大财也是蛮厉害的啦。哎，真的，我到你我真的是发大财，是不是？还真的解出来是发大财呢。真的，老本不见了，他去发大财了。为什么我到这样子邀请的战局就不能买东西啊？为什么？算了，发大财！早安，早安，咕叽咕叽，早安，早安，咕叽都有没用。啊，咕叽，咕叽咕在叽你台咕啊、哦？叽，有一个，没有，有人说早安，早安，咕叽咕叽。
没有用，对我来说没用。对啊，估计只有对他有用而已啊。对，嗯、啊，那个人现在应该也在开台吧？好了，我要应该吧。好，刚刚我看到手机有跳，你手机跳了起来，哼，他怎么跳了起来？总比震动好吧？震动就怪怪的了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脸方面罩着。What can I do？ 没有。啊。哇！我操！啊！对。对啊，看台发大财。真的。多看台多发财。那就发财一下好了。不要推了。推不推啊？这 推太远就不能买了吧？是吧？推皮推哦，我刚刚是还能买，刚刚那边还有两推到不能买吗？还能还能还能，这里还能？哎，你被推，你被瞬移回去了。对，我再推再推，推用力，卡住了啦！还能呢、欸？还能呢、欸？为什么之前会断啊？还能还能，莫名其妙，推很难推，发大财，不买衣服吗？原本要买啊，后来还是算了。啊，你不买你的外星衣啊？不要，我要买下去啦。不要，买的啦。不要，你买啊，你买啦，你比较适合啊。你买啊，不适合，你比较适合，你很适合。不不不 ，OK， 好。这个好像是洒水，才洒啊？油桶洒水吗？我怎么看到图片拿油桶？是炸毁吗？我记得好像是要先救回来，然后再用爆吗？哦，对，要救啊，要抢救，要把洒水去救那个车子。嗯，我们会开洒水车啊。像那个那时候我们去用那个什么震爆的，对对对，然后喷水的喷水车，操作小组啊，就这样而已哦。强化型、加强型，这样哇，我强化。感谢蔡宇八七。来晚了没关系。情侣裤哦。有。来哦。啊有。来哦。啊有。来哦。能穿同一条裤子哦。车在哪？车车。在哪？正爆载爆载具，这有分队伍吗？我只看到我刚跟、那个、好像一起走。哎，所以反正等一下要去救硬点的，好像有是要杀掉的人吗？把扣位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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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！呜呼！我不能喷水，不是我喷。哎，你们下面有变英文吗？没有、啊、没有没有啊！不要变英文嘞、欸，他就等待你的队伍上车。喷哦！有没有吓出来了？抓住了！喷水，喷水喽！喷水啦！喷，喷水呀、啊！看不到路啦！看不到路了啦！雨天过后就会有彩虹，真的。是谁喷？不是我，可是刚刚我现在我喷你应该还看得到啊。后面那个管子是谁啊？我啊。啊，那前面的管子是谁？我啊。哦，那你自己说你看不到，你是白痴哦。哎，谁开车？我开车、啊。是音乐啊，啊对啊，音乐是跟前面，啊、后面是杰克座。哎、啊，阿基，你去哪了？哎，你的队伍退出了。我他说我零退出啊。我看到车子突然飞起来、欸，我看到你不见了、欸，
我看到有人退了，我看哈基退了、欸。为什么？是要点继续吧？等继续啊，就等继续啊。然后，反正哈基怎么又断了？为什么？你是太久没重开机啦？要我重开机一下啦？开机有关吗？不知道。好吧，帮我重开机看看。好。为什么这样子？这样子我重开机，我重开机。好，等你。咚！我要打架吗？我旁边只有一个人。我没有人。我旁边只有老大。又要妖了，要妖了，又妖的。哎、欸，这个位置就是上次那个谁运货运到卡在这边的、啊。那个哈记，是吧？对，哈记。然后那时候真的就是一只柯基，它的下半身整个是卡在那个桥的外面，然后前半身是卡在那个桥的里面。哇，这么窄的地方，飞机不知道飞得过飞不过、欸。翅膀会，你飞机飞得过啊？你出来之后翅膀都不见了，剩下身体。小型的可不可以飞过啊？我这边稍微抽奖一下，就来休息时间，就路灯。咻！哇，你这台车怎么这样开的？咻！啊，有警察了。我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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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事。用擦过的乳液打蚊子，蚊子直接粘在手上。我跟你讲，我的脸油到蚊子停在我脸上，直接飞不走了，直接脚粘住吗？天啊、不知道哎、欸，就可能是太油有没有？好像粘到翅膀，还是粘到哪里？它就这个是飞不住的，我就可以用拇指跟食指轻轻的把它那样夹起来，夹起来。很烦啊，脸超容易出油。啊，那出油的体质。嗯嗯，所以我大概真的热起来，像中午的时候都半小时都要去洗一次脸，用清水洗脸而已啊。就是把多余的油脂冲掉。对啊，不然很难过哎。这把枪，原子宝啊，原子宝手枪。这把枪感觉就是那个啊，跟那个什么。那个 RP 警察用的枪很像，它是充能电击枪吗？对吧、啊？充能的，不用子弹、嗯，就是一段时间可以放一发的。biu biu 手枪 ，biu biu 没有到牵丝啊，太恶心了。那个不是黏，是油，油不会牵丝，好吗？嗯，又不是什么怪怪的东西。怪怪的东西，什么怪怪的东西？还有什么东西会牵丝？口水。你是常在玩口水啊？没有啦。cheese 会牵丝。哎、欸，你的脸上面会产生 cheese 哦。我那时候是看到人家说做披萨，你想要那个起司牵丝的话，你在里面加胶水就好了。哇！反悔。你第二披萨加胶水。人家说要牵丝啊。啊。就是牵丝啊、哦。他说他刚刚啊，如意。哦。哦。是小孩怎么啦？是没东西吃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还是有人吓到他啦。没事没事没事，等下就好了。吃东西吃到牵丝啦，吃东西吃到牵丝啊！等下就好，等下就好，等下就好了。哇！那怎么刚刚重开 GTA、啊、怪怪的人？他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小孩。小孩哭没有问题，只是
他每次都不沟通，都只是用哭的啊，就是有这种啊，就什么都不讲，我不满意就哭，就跟他讲啦，他吵着要吃饼干，把饼干给他吃的时候，他就丢地上，我只要捡起来就哭了，头就低低的，然后开始嘟嘴，抿嘴，抿到我就看他，然后他挥手想挥打我，我就开始哭。感谢礼物，哇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们做一下牛排鱼。感谢鱼喵的礼你物，为什喵么要喵提吃的？你为什么要提吃的？我第一次的，真要你啊！要我要我要了要了。幺幺，警察又生气气了，我一个只是玩原 IPK，子宝而已。一个 IPK，我PK 什么？中狙击，要去哪里？去哪里？等下猜去字哪的时里？候，好哦。猜字的时候 PK 吗？对啊。哎 对，我地堡的东西都解锁啊，那个重武装的造型要去哪里用啊？要我买说吗？要买的，哦，然后是用，好像是空投叫下来这样子。啊，空投掉下来啊，所以它不是永对，久的不是，哦。对，它不是永久。干嘛加个对？管 理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对。因为我之前有从朋友那边玩过，点对就点是些什么？一个空投掉下来，捡到之后你就直接穿上，换车速然后再用一重阵新。子之后它就卸下来了。恭喜中奖！警感谢察牛是，排，感谢。感谢牛排，感谢等一下的牛排。今天怎么大暴走？今天是大暴走，牛排大暴走。那边怎么了？你们怎么了？心情不好要讲啊！没有，是考试考完，心情很好，再放，好好，在心那情再个，好。哎，在庆祝，所以撒牛排。对呀、考啊，哇，试考完这个，了，这应该很难狙吧？哎，你退掉，我已经狙到你3次了，你什么意思？啊？你离开？要不要离开？对啊，你说隐退离吗？开瞬间马上狙了你，有没有？等一下，你哦，现在哪里啊？你不能在我正上方哦。好了，开始狙喽。好，怕焦啊，怕焦啊！敢往哪往？你不能在正上方啦，你狙击怎么抬头啦？低能哦。这样，你记得到吗？等一下，你不要那，他自己加入队是伍，可以啦，只怎么是有用那个用什最么？终到？最终备战，那是他那种跟叫在你后面 PVP 吧？的声音，我没有跟在你后面啊，我是开那个进骷髅来吗？了。我是开夜视镜而已啊，不是夜视啊，热感应。等一下，我要它，雇佣，好友，还是压的右键有点累，要跑到哪了？你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？这种暴君打下应该很难吧？不好说，我有把外挂狙下来过。真的假的？真的 吗？他那时候就是先把我射死之后，我就在他又想来射第二下我的时候，我就把他射，打到有没哦，有？一下，然后半血。他就跑啊，又想炸我的时候，我把他射下来。那怎这么样嘞？这样？样会有影响？他肌肉离开了。那肌肉为断什了。么？为什么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我不知道今天怎么了。我看，对，你们3个突然离开了。我们没，我我刚们都，加繁星的那个副手按下去之后就没反应了，然后就断了。我是看你都，你一个人断了，我们3个都还在同一个怎战么局。会？是不为什是？么？
今天怎么了？今天怎么了？儿童开机了，为什么？来再一次，再一次。还是网路啊？会吗？可是是同一条，我跟他同一条网路呢。我跟他是同一条网路呢。我又邀你了。啊，抱歉，我撞太大力了。哇，地上都是你的血。你没事吧，这位先生？先生，先生，你怎么了？赶快叫救护车，快！我帮你叫救护车。叫救护车。怎么叫救护车啊？看来杰克不是很想进来。想决斗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知道啊，你们昨天在玩的时候，我就有问水里说，为什么你们一直进进出出？我不是要解，对吧、啊？他们就是一直断线。他那边也是断线。嗯，昨天呢、啊？所以今天状况好像还没有好转。嗯。哎、欸，不是要滑鼠中键是救护车吗？直接输入吗？我还没解锁热感应，可恶！可恶，我不能叫救护车。热感应真的很爽哦。我还没解锁。说把它升级变 K2A， 好吧，抱歉，我不能帮你叫救护车，我的手机有点问题，很抱歉。没关系，我帮你把车子停到旁边去哈。为什么上不去？你要踢一下它。拿着你的摩托车，我帮你放在这里哈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起来的时候记得，嘿，你要把摩托车牵回去哦。你又进来了，你又进来了。哎，我隐藏起来了。我可以震你看看吗？我可以杀你吗？要我要我。好。哼。你为什么要倒着开啊？你为什么要倒着开啊？你为什么要倒着开啊？不要再倒着开了啦！成为副手，很危险，你不要倒着开。哎、欸，哦，吓到！哇，他还会爬山了、啊欸？可以啊。然后进到设施，怎么这么熟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你好会爬山哦、啊！你要去哪里？嗨，美女，对不对？家，你要去哪里？哎、欸，要不要我载你一程？如果你要爬山，干土资金啊！你怎么自己摔死？嗨，幺幺，对不对？你好会爬哦。好了，幺了，有，他很会爬哎、欸。哦，你走多了他一下。我没渡到他，他自己飞扑，然后自己跌倒的。我们啊啊啊啊啊！来、啊，美女，上车。嗨，你好会爬山啊！我在看我的车吗？怎么下山了？哎、欸，你们要不要进来啊？哦好好好好，抱歉。来了，在跟路人玩、哦，抱歉。我、哦、来了，自动中，巴掌，巴掌，小巴掌，小巴掌，小巴掌，啊！说到粽子，好久没有吃了。端午节快到了，对吧？要烤肉了啊！我们中秋节吗？中秋节，中秋节要吃粽子，别烤肉哦。中秋节不是要划龙舟吗？不是要丢屈原吗？丢屈原。好了哈，端午节不是要看太阳吗 ？OK。哦，圣诞节不是要扫墓吗？嗯。万圣节要吃月饼啊！哦，对对对对，嘿，
请你点放烟火。我还以为万圣节要吃烤鸡大餐嘞。然后嘞，父亲节、母亲节拿红包吗？哎呀，不错哦。教师节，停班停课，停班停课，元宵节要领红包。圣诞节去扫墓就看不到情人放伞，不错不错。再放伞啊，把你们放进去哦。这有印着，跳跳。哎、欸，我忘记我刚跟谁一组了，有没有看到吗？我也忘了，我也忘了。花季跟花季，完了，两个新手要去干嘛？两个新手要干嘛？到点就知道要干嘛了。等一下要灭火跟拿东西，抢一点，抢救一点。哇，很好远啊！他在空中转呢、欸。喷，后面是我喷。啊，我好像不能做什么事。喷，喷爆你，喷爆你 ！kiss 啦！帮你洗车啦，洗车啦，你的车收到啥啦？哦，出门没有整理车子哈。对呀、啊。给爸崩啦！哇、啊，好高哦！天气太热，来玩水啦！躺着玩啦、啊、坐着玩啦、啊、你要趴着也可以啦。还是玩水好玩啦、啊、哎呀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哎呦，哎哇，碾过去了，哇哟！他已经第三个了、欸，从我们开始出发到现在，穿个同一个衣服，一个摩托车、欸，哎，三兄弟吧，跑龙套的吗？哎、又回去了，你还会跑到第四个吧？他有没有第四个？还是他已经领，他就是去领便当啊？不知道，哎、欸，来来来。又是你呀、啊！哎呀，哇，这个摩托车，摩托车在车上面，我是停上去，停住哎、欸！哎呀，我那是停在车上，然后人还站在摩托车上面，好猛哦、喔！哇，这叫回锅人啊！叫回锅人。啊！来，先量一下，先量一下，量一下，量一下。怎么看起来太热了？登山车是不是也可以站外面啊，它外面有把手哎、欸。外面吗？啊。侧面那边应该可以站吧？这车一翻掉，那个后面的人就呜、哦，就被压扁了，直接被甩出去。飞车啦！电脑版的能点爱心了，对，没错。嗯，最近的更新了、啊。哎、欸，对。修修 AB 点，我们的攻击能力只有水了，水已经够强了，去灭火，灭火，灭火，灭了，灭了，灭了，炸。下车要讲啊！灭火！灭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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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鹰灭掉了！灭掉了！灭灭灭灭！喷他！喷他！喷喷喷！我拿到鹰爹了！灭灭灭灭灭灭！很凉，很凉！咩咩咩咩咩咩，走喽，下个点走啊，这么多、哦，嗯嗯，两哎、欸、三个吧，我忘了，先忘了，嗯，而且有时间限制哦。哇、哦，嗯，回来啦，欢迎回来，啊，这么硬啊、哦，你累，小风车，
你刚好撞到硬的柱子，那他立回来了、欸。那泥土擦的有够深，浇花一下，浇花。他傻傻傻傻说：“你车子没水喽。”哇！你看哈基为什么下车拉开拉链喽？那个会有点香啦，香吗？哎、欸，对，哦，叫阿爸。